视线呀！哎，我这老话说得好呀，正气朋克老路头，前期人黄脚抹油，预判左为甩神钢，魔气刺杀不用愁。别问我谁说的，当然是宝宝说的啦。哟呵，这平扇你挺能跑呀！哎呦，律师也在这儿呢，那追一下律师吧。哎，你个前锋还在这搅浑水，你给我等着，看我收拾完他们办不办你。疯狂大飞也挺能跑呀，死亡拉达看我出能，傻了吧？哎呦，前锋你这咋撞我？实在没工夫管你，勾一下皮皮扇，准备躲开了，回头追一波。呀，前锋还敢撞我？没撞够吧？直接就是一刀，看我这回办不办你，让你在这跟我晃，闪现过墙就是一刀。哎呀妈呀，打墙上了，回身就是一个臭刀，还屁股劈了。前锋身上有棺材，奔着棺材赌一波。哟呵，追上你了，吃肉一个，给我过来吧你，跟我上椅子去。哟呵，皮皮扇，你想干啥？霹雳一勾，直接接上一刀，瞬间秒掉。律师想救人，不着急，准备气球刀。哎呀，慢了一步，那行了，皮皮扇挂了吧。这前锋又给我撞晕了，还救人，回身一刀。皮皮扇，给我回椅子上去，让我看看还有谁想救人呀？嘿呦，入殓小哥呀，怎么着，皮博，来比划比划呀？不敢过来是吧？赶紧逃命吧你！居然开机了，附近有耳鸣，这周围肯定还有个人，在大门这边等一下。哎呦喂，是真不出来呀？那我换大门。小峰峰，我说啥来着？看我办不办你就完了，还跟我爱的魔力钻圈圈，闪现回头就是一刀。律师吓跑了吧？直接三挂前锋，再追一下律师，跑，律师逃掉了。看来这是要奔着大门跑呀，不是地窖就成，在这边等一波。